19大之后呢 ,Donald Trump 要嚟亚洲访问嘛。会唔会访问阿爷？会，但佢係先去日本再去南韩跟住再去中国嘛。之前你记得我冇咩人留意嘅新闻就係、是、李显龙先嚟咗中国跟住后来去美国嘛。佢应该就係做嗰啲即係中间搭桥嗰啲人呢，即係就类似于即係传递信息嘅人，就话你有咩想同 Donald Trump 讲呢，喺佢访华之前我先帮你传达过去。因为美国同新加坡直情係盟友嚟㗎嘛，阿赖嚟㗎嘛。系啊，咁佢做啲角色，因为曾经网上种讲法就话，习总系即系嗰啲即系以前话咩胡锦涛面里藏针啊，就习总先系坚嘅面里藏针，就话咧 Donald Trump 成日喺度屌嘢，但系习总就系不闻不问咁样咧，就偷偷地咧就喺 Donald Trump 得票多嘅选区度咧就加大投资，所以咧就令到当地支持 Donald Trump 嗰啲人咧就得到经济嘅获益，所以咧阿爷支持佢啊，即系以前 Donald Trump 就屌柒中国啊嘛，咪打电话去蔡英文噶嘛，但系习总咧就表面上唔讲任何嘢，但系背地里咧就做好多工作嘅，各种各样支持 Donald Trump。总之佢就话同你搞好关系，即系令到咧 Donald Trump 第一就未来下一届就可以继续连任系嘛，即系如果你个票仓稳固之后，第二咧你同打好基础之后咧，佢就唔会对你做出啲令你样衰嘅嘢啊嘛，咁所以咧就系话习总系喺背地里做咗开多嘢，所以当 Trump 次访华咧就应该会有。重大成果应该就是收成的时候，即系唔会好似当初阿爷访美咁样俾阿奥巴马屌啊！之前阿习总咪去访问嘅时候，白宫讲话啊嘛，话咩我哋又好有成就啊，好有成果之类啲嘢嘅时候咧，跟住奥巴马咪话啦：你喺南海嗰种活动咧，我哋好唔支持，好唔认同。跟住咧，陪阿习总话咗一日之后咧，跟住奥巴马走咗去接阿普京啊嘛，即系就冷落咗阿爷啊，阿爷搞到就要四周围去揾啲企业去见面啊嘛。嗰次系好落阿爷面啊嘛，即系依家咁睇嘅话，德鲁仓分分钟会带阿爷去佢屋企去食饭噶。唔系，佢当时你嗰习总访美时候咧，佢接待习总嗰酒店就佢自己私人酒店嚟噶，屌系啊系啊系啊，诶习总都访咗美噶啦咩？嗰阵时做咩就喺佢食饭之前啊，肥飞弹打七俄斯，即系叙利亚嗰个部队嘛。喺军舰度肥过去，定喺边度肥过去，搞唔清楚。哦，阿爷喺度，系啊，阿爷。阿爷啱啱入住酒店时候，喺肥飞弹喺嗰边，肥咗同佢讲声话，唔好意思，肥喺咗佢哋。系啊，定系食得唔得？唔好意思，我而家有啲事要行开。唔系佢食紧饭就同佢讲。哦，系啊，之后喺台，系啱啱肥喺完嘢，就咗位。咁啱我都系肥。哦，系，诶，阿爷已经访咗美啦咩？之前系啊，但系访美啲嘢啊，正所谓一回生两回熟啊。有另外一种讲法就系、是，知道 Donald Trump 要嚟呢度，仲话有可能会去嗰个咩嘛，南北韩个边境嗰度视察啊嘛，因为北韩个局势，跟住话阿爷可能想同阿 Donald Trump 丢台湾噶嘛，即系掉低北韩，跟住就阿爷食喺台湾。但系如果你信得过习总嘅话咧，按照习总十九大讲话咧，台湾咧系佢系讲到明，佢话会和平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因为佢话佢嘅手法咧就系、是，因为佢自己讲嘅呢啲全部都系，就话俾所有台湾人咩国民待遇啊嘛。咩叫国民待遇啊？即系相当于可以理解成咧，中国大陆居民待遇嚟嘅。中国居民待遇系你居民待遇，你居民身份证嘅，即系中国大陆拥有嘅所有嘅待遇咧，台湾人都可以享有。跟住咧，亦都系用嗰即系你依家唔知第几代身份证啦，佢就变咗第几代嘅唔知咩通行证或者台胞证，我搞唔清楚，就可以方便嘅。总之就出入自如嘅。佢意思即系都系同即系同香港人一样，你又大陆咧就好方便嘅。系啊，但我哋个香港台湾就好閪唔方便。唔系咁呢个系台湾当局对你嘅待遇差啫，系嘛？就我哋对人哋待遇好好啊嘛。系。唔係呢個就我之前同佢講話咧，真正對台灣有威脅嘅唔係話咩武力啊呢啲閪嘢，而係話吸走曬你所有人才。係，如果你呢、這個，但依家實質上已經係真係咁做緊嘅已經。唔係佢以前咧就冇講出嚟，一直講埋出嚟啦嘛。即係佢其實佢意思好簡單，因為佢以前一直講嘅就話，任何一個黨派只要承認九二共識，九二共識基礎就係一個中國啊嘛，就唔係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咁咧咩都可以傾。咁但係蔡英文或者民進黨死都唔承認九二共識啊嘛。哦、啊，冇九二共識，佢係只有九二。会谈嘅事实就冇共识嘅当时，佢话当时嘅国民党并不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嘅，咁佢呢个佢嘅讲法啦吓。咁阿爷咪做，既然你系执政党，你又唔同我达成呢个共识啦，系嘛？咁我就直接就跳过你啦，就唔同你交流啦，系嘛？直接就对人民，即系所谓嘅直接就系令到台湾人人心回归。如果做得到嘅话，咁到时候所有台湾人咪唔选你咯，唔选你咪当选唔到。但系台湾人应该啲分离倾向会好强噶，应该话佢社会逐渐走向分化成。两个
即係其實取決於大陸你可以取得幾大嘅經濟發展成果啦。如果你真係好，譬如以前嘅講法就話美國有2億人，可能有1億係中產階級，而呢1億人咧就已經係成為成個世界幾十年嘅經濟火車頭。咁如果中國可以有3-4億中產階級，咁你咪未來幾百年都世界經濟火車頭咯。咁如果你有做到呢個角色嘅話，咁無論你係台灣定甚至乎你講大啲話，唉，馬來西亞都好多華人或者其他地方都係嘛，都心向祖國啦，係嘛，都啊，都要咁樣強大啊嘛。喂，但係唔係喎？我一見到好多馬來西亞嘅華人真係好～系心向祖国喎、啊，系啊，咪就同佢讲翻呢样嘢咯。即系如果你经济实力强大到咁犀利，系以前美国嘅三四倍，即系如果你嘅中产阶级啊，即系等于因为美国中产阶级系嗰啲人均几万蚊美金啊嘛。中国我唔知啦，中国 GDP 就系几千蚊，就话未来有希望突破10,000蚊啊嘛。因为喂，但系你咁谂、啊嗯，中国如果 GDP 突破10,000蚊嘅话。中國三個最重要的經濟帶其實它已經是很發達的了，因為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國家，這就是十九大講話精神，它就說這個就是我們當前的矛盾，這個很正的，因為以前我們講階級矛盾嘛，它說呢階級矛盾依然存在的，但它並不是它最主要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呢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成果分配得不均，所以呢就未來呢就習總啦，佢自己講嘅就係要經濟成果分配更加均勻，即係你頭先講係好發達嗰三個地方係嘛，就分多啲利益俾嗰啲好窮嗰啲咩陝西啊、西藏啊、雲南啊、貴州呢啲。但係依啲冇得分㗎喎、哦，我點分啲利益俾你呢？我可以分啲咩利益俾你呢？以前玩法就咩一幫一啦嘛，即係譬如廣州，你又幫唔知邊個雲南嘅城市啊嘛。但係佢依家十九日制定嘅成個大方向就話，將呢個發展不平均，一定要將佢搞平佢啊嘛。咁佢係違反社會經濟嘅規律嘅喎。呢、這個就係點解佢當時話調咗陳敏儀上嚟嘅重要原因。作為陳敏儀咧，即係佢係十八大之後喺貴州度做省委書記之類啦，做官啦。跟住就話貴州連續三年係超越咗咩中國平均 GDP 好多嘅，即係話佢今年都有10%+增長啊嘛。貴州你講以前仲有嗰啲叫咩話？佢不折嗰咩嗰啲留守兒童死喺垃圾桶入邊，好慘啊嘛。就話呢個陳敏儀就係、是。就喺扶贫，因为习总其中一个嘢就佢话搞扶贫呢样嘢啊嘛，就希望喺第2018年成个中国系冇贫穷人口啊嘛，因为佢嘅目标嚟嘅，佢点做到都唔知，但系佢两个佢扶上嚟嘅人，全部都系呢方面有成就嘅人咯，佢自己讲法就系、是。即系喺解决贫困地区，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嘅喺呢方面政策制定方面有经验而且有成绩嘅人嚟做。佢消以相对经验推广咧咩啊？依、這个其实相当系增加喺原有嘅经济火车头嘅情况底下，增加新嘅经济火车头。就因为佢拖后腿，佢唔系拖唔拖后腿，因为你睇问题，你就纯粹成经济总量嘅方向睇啊嘛。但佢唔系啊嘛，佢就睇社会矛盾嘅。因为如果佢作为佢执政者嚟讲，如果万一即系以前，你谂下点解共产党会执到政啊？就因为阶级斗争，即系当时嘅即系共产党讲法啦，无产阶级就俾人压迫系嘛，资产阶级就成日压迫人系嘛。咁你因为始终有钱嘅城市咪资产阶级咯，嗰啲穷嘅无产阶级咪成日俾压迫咯。佢解决呢个矛盾啊嘛，佢唔系纯粹经济增长，仲有佢执政嘅基础嚟。我呢个系当然要做得到嘅，梗系最好。如果好似譬如澳洲，澳洲最穷最有钱嘅地方都唔会争好远嘅。最穷同最有钱嘅人就争好远，但成个地方嚟讲，平均水平唔会争好远噶嘛。但美国会唔会争好远咧？美国都美国应该会，美国都唔会争好远，即系唔系中国嗰种讲。即系如果澳洲结，譬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嚟讲嘅，最穷嘅一个县同最有钱嘅一个地区，不过你睇下你地区点分啦。如果你一个城市咗个地区嚟讲咧，就唔争好远嘅。但系你话城市入边富人区嗰区嚟睇系嘛，咁嘅争得远啊嘛，屌你！是啊，是啊，是啊，但你点睇到上海，你有上海最有钱个忽仔系嘛，咁咁梗系争得远嘅。咁、啊、我唔知你点，如果作为成个城市嚟讲，澳洲系绝对系30%以内嘅，即最有钱同最穷嗰个城市相比。但中国肯定做唔到啦。系啊，中共佢咪就话佢依家呢个就佢知道呢个大矛盾，而佢就想解决呢个矛盾咯。当然系人都知啊呢个矛盾啦，系咪？如果唔系都出唔到洪秀全啊、黄东啲人啦，屌你！所以我之前都讲过呢个 point， 就话佢知道问题出喺边度，呢系好事嚟，但佢有冇办法解决咧就唔知嘅。佢不停讲话，但系佢依家揾咗一啲有成功解决经验嘅人去解决呢啲问题，我相信系应该问题唔大。应该系话佢上得到位嗰班人都系喺习总成个指导方向底下取得经济成果嘅、因为如果你继续贵州都系增长低于全国水平嘅，咁就扑街咯。譬如东三省啲一定扑街，嗰啲系实上唔到位嘅。系啊，虽然最近辽宁省嘅省委书记做喺咗胡春华个位，做喺咗广东省书记。吓、啊，系啊，你唔知咧？胡春华俾人调走之后，系辽宁省嘅接任啊。哦，都唔紧要啦，反正我都要走啦。
佢搞殘搞者都唔關我事啦。深圳好似唔需要你廣東省省委書記啲政策嘅喎。哦，如果你足夠勁嘅話，你當然係唔使理佢。深圳好犀利啊，因為佢有好多嗰啲創業園嗰啲政策咧，係好鼓勵嗰啲創業者創業。咁如果係可持續嘅話，咁一定都會搞得起啊。我唔知係咪可持續啊？佢啲優惠政策真係好威正喎。反正廣州就肯定冇啦。佢直情俾埋屋你住啊，即係唔係送交俾你？佢俾你住啫，佢俾你住，跟住好低租金俾你。嗱，依啲應該好閪多年前嘅事啦，依家應該冇咁閪爽啦。就係而家就係咁閪爽嚇，依家就創業員喎、啊，當然佢係針對咩人群咁，但係佢因為佢唔係俾你打工者，係俾你創業嘅，即係你請人嘅、哦，你做老細嗰啲啊。哦，即係老細可以慳翻啲宿舍。唔係，你一定要係有足夠底下嘅員工，佢先俾啲優惠俾你啊嘛。你創造就業機會啊嘛。誒，即係相對你搞個爛閪乜柒 app 咁樣，你請廿幾卅個人係嘛？我俾啲優惠俾你咯，免你幾個月税啊或者。咁依個肯定都唔錯，好過廣州。